你唔好唔记得，你都系我人。我的角色就是一个物理学教授，教授就未做过啦，变咗你要即系有啲要谂下，即系开头要部署啊，即系点样，即系个教授应该系点样嘅教授，再从嗰、那个即系、就是、自己嘅戏入边嗰个分量去安排自己啲肢体语言啊、讲嘢嘅速度啊咁样。我当然睇过之前。嘅寒戰啦，咁亦都覺得嗰個節奏其實好明快嘅，成個戲嘅節奏。故事本身係都完，即係好用咗好多心機寫咗個故仔先，故仔都係一個完整好完整嘅故事。咁首先睇咗劇本，佢需要我知道嘅資料係乜嘢？咁特別係一啲專有名詞啊，咁先將嗰啲嘢自己消化熟啲先。譬如有啲武器啊，譬如一啲化學上面嗰啲嘢啊，咁佢俾我睇咗，我都睇一次先，即係消化咗，消化多幾次咁樣，角色我自己覺得都幾得意，都當咗係自己係咯。我諗首先都要自己相信自己係先啦，係啦，都有啲動作，不過動作就唔喺我嗰度咯，即係我唔知個動作究竟係點樣。咁但係啲動作都係阿家輝啊、Janice Man 啊、張震啊，佢哋同埋啲韓國演員嗰啲嗰邊咁樣。咁我自己都期待去睇，即係出咗嚟係點樣啊？因為我又冇機會見到佢哋嗰啲片，其實。咁我哋呢邊主要都係氣氛多啲。係啦，即係氣氛多啲。